着小鹿乱撞，害羞的脸庞，脸蛋红红的有点发烫，差点停止了呼吸。当你一步一步慢慢靠近，我心跳加速，不敢看着你的眼睛，整个世界不停在闪烁，心跳加速像是着了魔，整个星辰倒映在你眼眸，深陷其中。哦哦哦，脑袋里面都是你，把我紧紧拥抱在你怀里，你就是精灵，带给我好运还有勇气。世界不停在闪烁，心跳加速像是着了魔，整个星辰都映在你眼眸，深陷其中。哦哦哦，脑袋里面都是你，把我紧紧拥抱在你怀里，你就是精灵。便利店没有冰块，我买了冰水，你先试试。哎，要这样，明天才不会肿。痛！原来你也会喊痛啊！我也是正常人。我以为你是高冷、高傲、没有痛觉的霸道总裁呢。你这都是哪里学的形容词？可爱总裁爱上我的小受。多看点别的小受吧，你这样怎么当原画师？哎，我刚刚帮了你，你居然这么说。你和你的父亲关系一直这么不好吗？九岁那年，我父亲和母亲离婚，就一直这样。原来刚刚那位阿姨是我父亲续弦的妻子。那你的母亲也在那年去世了。不需要亲人，也不需要朋友，我有工作，还有自己首要。有的人呐，别的不行，口是心非第一名。这个是我最喜欢喝的牛奶，每当我倒霉了、失落了、想家了，我就会买来喝。
每次喝完，就好像所有的烦恼、伤心和难过，全部都消失了。以前是你借给我好运，今天我把它分享给你。把它喝掉了，那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。大半夜的忽然出现，是想把人吓死吗？难道没有甜到你吗？不许走，我有话要说。如果你还是要说那些没用的话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你上次说，只要我把那道物理题解出来，你就一定给我机会，算不算数啊？你解开了，你就说算数还是不算？算。好。这个是你们系大师哥的计算结果。这个是你们系数学教授的计算过程，这个是你们曾经系主任的演算过程，还有这个是我爸亲手算的。你要是觉得还不够，我可以立刻打电话到硅谷，请涉及最高算法的博士来。南学长，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你。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也能坐上老板的豪华车。还不下车？谢谢顾总，顾总晚安。明天千万别迟到，还有，礼服和鞋子记得擦干净。迟到了，还以为他省心大发，结果还是那个黑心的顾总。张暖暖，赵暖暖，今天谢谢你。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谄媚，还有没有一点眼力啊？嗯，哎，你我还想不想在这儿住了？天水是大人。
我叫赵暖暖，也是依晨的女朋友。我今天也算是美救英雄了吧。不是英雄，他是最手游的老板。如果画成漫画的话，已经可以叫美救总裁。哎呀，想不到我这个超级倒霉蛋也会有这么幸运的一天，简直真的是迎娶高富帅，出任 CEO， 走上人生巅峰。等等，高富帅我是救了，出任，如果这个时候我跟顾一晨说我想去原画室工作室，他会不会答应？顾总大人，我今天救了你，你快点报恩吧。我要调去原画师工作室，我要做最手的最好的原画师。不是不是，撤回撤回，这怎么撤回？好的。赵暖暖，你又要迟到了。赵暖暖，你再不下来，你的薪水可要扣光喽。老大，这两天看上去心情很不错嘛。还行吧。果然那天晚上一出《美救英雄》，给你加油不少啊。有人撑腰的感觉真好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那天你跟他牵了手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什么都没发生。那可以确定的是，你对他完全不过敏。但是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把最近的经历都告诉了博士，博士还在分析，还没有告诉我结果。不过他让我继续与他接触，留意他身上一些明显的特征，比如，味道、习惯，还有一些小特征。小特征？不会是香水、身高？怎么可能是身材吧？
你说他没腰没腿没……你没女朋友吧？女朋友那么奢侈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拥有？你可是手游行业排名第一公司的总裁特助，居然没有女朋友？这么多年，我为你挡风遮雨，彻夜天明，你说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交别的女朋友？嗯，怕了你了。哎，顾总，等我。顾总早。今天来的倒早。我来帮顾总早早做好保洁，顾总上班心情好。顾总，请喝茶。顾总，请用钢笔。你不去工作，在这儿干嘛？我等顾总忙完，给顾总告个别。什么？顾总不是答应我吗？今天要把我调去原画室工作室的，顾总不会忘记了吧？原来是这件事啊。没错，我承诺的，我解决。乔丹，把东西搬进来。顾总，你不是答应了我要把我调去原画工作室吗？加油，找到原画室。麻烦各位先看清楚部门，再按照部门编号分别签字登记。哦，好，好，坐完啦。咪咪，怎么了？欣然姐，我失恋了。啊，这么快？你不是刚和盛特助表白？是他拒绝了我。啊！是他好像，他好像有喜欢的人了。欣然姐，我有情敌了。哇！不哭不哭。咱们配音工作室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放心，没事的。不哭啊！怎么，老大，不出去吗？我要是穿这样衣裳出去，绝对出不了公司大门。什么意思啊？老金，你这有什么衣服、帽子、眼镜、口罩什么的吗？没有，我这就帮我女朋友带了她下午去 cosplay 大会的衣服。啊？就他了，老大，老大。瑶瑶，有看到顾总和盛特助吗？他们下午应该都在会议室，有大投资方过来，他们要谈合作。哦，这样。这就是我们公司正在制作的《雄霸传奇》下部，我们已经定于两个礼拜后的周末零点准时上线。众所周知，我们《雄霸传奇》上部的流量数据让我们公司取得了非常好的流量，而下部的预约量，各大平台也给出了非常好的答案。
摆在台面上的这个数据都足够好看，但投资案子不是只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的。那么请问，董总您想看什么？手游项目流动性大，风险高，在正式推出市场之前，唯一能够让我们这些投资方所依靠的，就是经验和技术，钱不认人，更不认亲。我想，顾总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当然明白。 UA 与合川科技，想必您已经见过了吧？UA与合川科技，一个有顶级技术，一个有自我市场和经验，他们联手当然是珠联璧合，这也是每一个投资方心里的最佳选择。说得对，老大。那么请问，董总今天为什么会坐在我们 Z 手游的会议室？您坐在这里，第一是对我们的技术有信心，第二。 是看中我们对于项目的把控。第三，除了雄霸传奇，我们公司自成立以来创造了十几个知名手游，绝非外面所传说的，只靠运气。您说的对，钱不认人，更不认亲。您来投资，一定会选择最有潜力、最顶尖的公司。我相信董总这样的聪明人，绝不会选择刚刚成立的拼接公司，而放弃像我们这样有自主能力、对项目有把控的顶级公司。 不愧是 Z 手游的老大，好久没有看你那么气场大开了。这次看看美玲投资，还能挑出什么毛病？可以准备合作协议书了。这么快吗？老大，就这儿。你看，这边可以做我们的文案中心，那儿可以上个修音器。来来来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，这儿。 就做成我们的录音室，老大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嗯，还不错。你怎么找到这些的？我跑了好几个文创园，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室。后来在文创园门口遇到了一个中介，他说他有一个大平层可以改装，价格才2万多，我就跟过来看了看，觉得他挺合适的，于是当天我就跟他签了合约，付了3个月的租金。2万多一个月。 你签了3个月，那我们预留的项目资金不是基本上都花光了吗？还剩下开业大餐的钱吧？你花了这么多钱，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这万一出了什么事……哎，没事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房子都在这儿了。哎，你们谁啊？怎么在我的工作室里边？工作室？这明明是我们刚租下来的录音室。哼，你们搞错了，我才是这房子真正的主人，有房产证那种，不是。 我怎么不知道我把房子租给别人了？不可能，我来租房的时，中介那边也有房产证，说是房东全权委托，还给我看了钥匙，房东身份证都有，被野中介骗了啊！那群家伙，自打我跟他们合作过一次委托以后，我就把房产证和身份证都收回来，没想到到了现在，他们还拿着假证骗人。你给钱了吗？我付了3个月的租金啊。哼，小兄弟。 你们的钱啊，怕是打了水漂喽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，赶紧给我走。哎哎哎，滚上！走走走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没收你们的钱，就不是我租给你们的房子，你们也没理由待在我的工作室里边。我警告你们啊，最好赶紧离开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您这话就说的不对了吧？这房子虽然不是您租给我们的。 但这中介得跟您有关系吧，不然也不可能有你的房产证和身份证。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，把他们叫过来，我们三方对质。对什么质？你跟谁租的？你找谁去？老金，打电话。不是，谁要打电话？把电话给我放下，放下！别动啊！把手机给我放下！别碰我！放下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看有人在打架。把手机放下，我告诉你。 你先走吧，我还有送饭文件。你放开！放开我！你今天打这个电话，我跟你没完！撒开！你别动！我已经把你刚刚的行为全部拍下来，现在可以用微信报警。只要我摁一下手机，你伤人推人的证据，立刻传进派出所。撒开！
又是哪个？我是他姐。恭喜你，你投稿的好运杯手游选拔项目已经通过了初围赛，我的项目顺利进入复选阶段，居然入围复选了。我只是在行业协会看到选拔赛，随便填一下试试，没想到进复选了。我这倒霉的运气真的要改变了。顾总，你说你与野中介没有任何联系，那我请问你的房产证身份证是怎么流到中介手里的？我就办了一次房产租赁委托。租赁委托需要把你的房产证身份证全部都交给中介吗？你就不怕中介把你的房子卖掉？毕竟现在有了身份证，直接把你的房子更名都有可能。我没想那么多。没想那么多，就算你给了中介委托，停止委托后你的房子又被租了几次？没，就一次，两次吧。停止委托还被再租赁两次，你敢说你没收钱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为什么不换锁？为什么还任由他们放租？我就是怕麻烦。怕麻烦？每天被租户找上门不麻烦，每天被投诉和中介勾结不麻烦，你这怕麻烦的方向恐怕有点不对吧？还是说中介骗的钱也有你的一份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这么大的房子，一个月也能租3-4万，我才不去骗他们那2万块钱的毛毛雨。你怎么知道他们被骗的是2万块？这，明阳在，报警。得嘞，哎，别报警啊，咱们有话好商量，别报警。要不，我把钱退给你们，咱们别报警啊。哎，钱全都要回来了，多亏你这个老师教导。你是傻还是笨？租工作室这么大的事，你们连房东都没见着就敢签字付钱？老金不是看到了房东的身份证和产权证吗？谁知道城市套路深，逼我回农村啊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要是被你姐知道这么大的事，你才刚出来工作就被骗了这么大一笔钱，不知道要担心成什么样吗？别，千万别告诉我姐啊！你倒是对暖暖还挺好。哎，谁让她从小又蠢又笨又天生倒霉，虽然我只比她晚生一分钟，但我好歹也是个男生啊。这次来投奔她，不仅没有帮上忙，反倒添了很多麻烦。所以在一个新的倒霉男生接受赵暖暖之前，我还都得管着他。你还管他？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这都是意外，小意外。姐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赵暖暖啊，以后你就是我姐，我亲姐，我风雨雷电，我当牛做马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快走了，我还要去送文件。爸，休想！我是不会同意美林向你公司投资的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怎么贿赂的老董，我都不会在投资同意书上签字。美林的投资会按计划交给合川科技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这就是您所谓的公平公正？这就是您所谓的专业投资，不人为干涉吗？你说什么？我凭自己的实力和能力得到了投资，您凭什么否决掉我？凭什么否决掉我们公司的资格？凭什么？你居然还好意思问我凭什么？就凭这家公司，有你这样一个心理不正常的总裁，根本不可能把公司带到正确的方向。还凭在父母面前欺骗撒谎，没有一句真话。什么时候？你以为你带那个姑娘来集团庆典，
我就会认为你的病全好了。你以为你带着那个姑娘拉拉手走走秀，我就会相信她是你的女朋友吗？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这可怎么办？一双温柔的大手撑起了整个宇宙，肩上扛着重重的心，一直默默的守候。白发慢慢爬了出来，眼角渗出了细纹。现在该换我上场为你遮风避雨。平。心弦。